肯认为建奴没有打算主攻我清河县城，而是把主攻位置放在了其他据点，不然在第一次攻击受挫后不会突然指派汉发骑兵出战。以臣看，建奴主攻地是草湾的可能性比较大，臣请示将杨朝工部调去支援。怎么指挥你自己来，不必事事请示朕。遵旨。各级继续冲，天黑以前本王要你们占领草湾高坡。是。快了，有狗叫，这下被发现了。卑鄙的明狗竟然用狗来防御夜袭。现在我们还冲吗？冲什么？老子要找那姓孔的算账！他娘的，就是他出的馊主意！姓孔的，你他娘的在哪？怎么回事？王爷，明军夜袭了，尊旗他们已经大败，现在正朝这边围拢过来。臣已组织好重甲步兵，准备阻击，请王爷勿忧。他娘的，这群民狗还敢夜袭我大清军营，本王恨不得杀光他们！沙叔，如今伤亡过大，明显明军的防卫很森严，火器尤为犀利，我们根本就无法冲过去。不然这已经折进去这么多人命了，也不会还是没用。不如我们还是班师回朝，将实情向十四叔证明吧。我们总不能让我们满洲的勇士也像这些左军一样折损在这儿吧？这些可都是十二叔您的自有牛路啊！朝廷的旨意不能违抗。老十五那边打得怎么样了？不会还没开打吧？专门等我这边和明军厮杀的两败俱伤时，他才动手。这倒没有，据我们的少奇回报，十五叔那边已经开打了，他在主攻草湾，但也不容易，那边炮声就没停过。那就明军收兵，先看看老十五那边打得如何，同时商量一下对策。扎，怎么样了？建奴刚刚都退下去，陛下您自己看看，外面都已经堆满了尸体，连铁丝网和各大子母堡都被掩盖得看不见了。我们这边不得不让人冒死去把这些尸体挪开。虽说这是一场对抗外辱的战斗，但死的都是我们汉人。造化弄人，告诉禁卫军的兄弟们，他们辛苦了。朕和他们的家人都在他们背后看着，他们都等着被他们继续保卫，他们的铁肩上担着的是大明的未来，太平的希望，爱卿也一样。是，臣和所有官兵定不负陛下与父老乡亲的期望。怎么建奴现在开始不攻击了？难道他们有要班师回朝的心思？回陛下，他们似乎有这个可能。他们现在派出来进攻我方的兵马，一看都是我大明降军，只怕就是左良部以前的兵马，而且还是左良玉后五营的兵马。因为这些建奴攻城没有章法，只知道拿人命填，只怕这阿几哥是真的有意试探，或者说胡乱打一下淮安城，给多尔衮交差，然后好自存实力班师回朝。把那些待斩的病重箭奴全部押过来，还有谭泰和伯乐的首级及其盔甲将旗也全部拿过来，按预定计划刺激一下阿几哥，帮他下定决心继续攻打淮安城，而且是不惜一切代价的攻打淮安城。是。十二叔快看，那是正黄旗与正蓝旗将旗，应该就是伯乐和谭泰的。他娘的，没错，就是伯乐和谭泰的。这些该死的明军还把他们的首级挑了起来，还有他们的盔甲也被挥舞了起来。混账，过分！父亲下令吧，我大清贵胄不能让他们这些汉狗如此羞辱。十二叔，不如下令准与大军屠城以激励士气。准，传令三军十日不封刀，从淮安到扬州所遇汉人尽皆屠杀，无论男女老幼，以祭亡魂。这十日不封刀，十日不封刀，十日不封刀。果然被激怒了，也没有再掩饰自己是强盗的本事。同胞们，你们都听见了吧？他们要屠关我们，他们要像杀掉北方汉人兄弟一样杀掉我们的妻儿，杀掉我们的父母。同胞们，看看你们背后的锦绣山河，看看你们背后的屋舍田垄，那是我们的家，而现在他们毁掉我们的家园。同胞们，现在不是在贪生的时候，
人生自古谁无死，自古护卫家园者，更不可能不有马革裹尸者。你我若不死，死的就是我们的妻儿。所以我们与其惧怕，不如与敌人战到死。十万将士齐配甲，我汉家男儿皆敢死，决战到死，决战到死，决战到死。